净土宗的原理。啊，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头说的，是心是佛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现在你又信愿念佛，那你是是心作佛。啊，你现在真的发心作佛了，你本来是佛，现在发心作佛，你当然成佛，天经地义，没话说的。啊，这一句话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。那我们就应当晓得，我们心除了是佛有佛之外啊，还有那杂东西啊。啊，设法界的业因种子习气，一样都不缺。经上讲的是心是佛，从这一句延伸出来的，是心是菩萨，是心做菩萨，是心是声闻，是心做声闻，啊，是心是天，是心做天。是心是人，是心做人；是心是畜生，是心做畜生；是心是鬼，是心做鬼；是心是地狱，是心做地狱。没有一样不是，心心是变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设法界是因是果，全是自造啊！啊，中国古德常说的“自作自受”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没有人干涉你。啊，谁在支配呢？迷雾在支配。迷雾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你觉悟了，你向上走；你迷惑了，你往下走。在中国古时候社会，上流的是读书。学生学贤啊，下流的是吃喝玩乐啊，他对于圣人的学术啊，他完全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这些四根理我们都应该要知道啊，你的心就定下来，不会怨天尤人啊，知道什么生生世世无不是自作自受。那现在我们把其他的造作啊，种子习气统统放下啊，只念出这个阿弥陀佛，心是阿弥陀佛，口是阿弥陀佛，行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三身口意三业
不念弥陀，我们就是走成佛之道。啊，是心是佛呢，就是这么走法的。啊，我们连菩萨道都不走。啊，唯一佛道。